这是干嘛呀？跟你剪同款发型呀。咱俩还剪过同款短发呢，对呀，你不记得啦？因为啥剪来着？哎，我家还有一个，我早一会儿呀！啊。哎，早。早。早安。哎，爸。倪老师好。让你剪短发，为什么不剪呀？我们都是长头发，长头发好看。在学校就得有学生的样子，让你剪，必须得剪。倪老师，您就让米兰留长头发吧，我不会影响学习的。现在就去剪。啊不，你去。走。现在就去。爸，哎呀，我不想剪，你放开我。快点，必须得去。回来了，米兰。哎，米兰，其实你短发也挺好看的。我，米兰，我们来这干嘛呀？来，你坐在这等我一下啊。老板，剪头发。好嘞，剪完了，谢谢，客气。你这是干嘛呀？跟你剪同款发型呀。原来这个发型的背后还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发誓，我要跟你成为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。原来这个世界的郑达乾，比我想象的要帅气很多呢。哎，米兰，你妈呢？她现在咋样了？我妈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去世了呀，这事你也忘了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兰子，会议呀，这套睡衣是新的，你一会儿穿上吧。啊，我穿旧的就可以了。哎呀，回家了就要穿套新的。大钱，你们两个姑娘悄悄话可别说太晚了啊，小心明天起来黑眼圈。有什么话就留着明天说啊！好，辉晚安。哎，晚安。哎，回来见着你们大家，可真好。那你就一直在这住着呗。我明天还是搬回去住吧。你不怕跟米老师吵架了？这我都回来了，在外面住不合适。你明天帮我跟慧怡他们说一声啊。行吧。那今天晚上咱俩得聊一个通宵。好呀。哎，咱俩原来都有啥好玩的事儿？你跟我说说呗。还你一个，铁的，摔不烂。